没有信号直播的话，我会拍小视频，然后会做一个小视频，然后我会发布的。反正别把西装穿成了像做保险的一样就行。对，然后录像，回头我会剪辑个小视频。我明天我不知道信号好不好，信号好的话就播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的那个手机不是丢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这个手机，然后苹果开启了双重那个验证，然后我这个手机呢，我不小心把账号给退出了，然后我又重新登录的时候，它需要我丢失那个号码的那个验证码，然后我就一顿猛虎操作之后，它好像说还要让我再等一天的时间，我不知道号码能不能拿得回来。就是受信任号码已经丢失，然后现在我的苹果账号登不上去了。眼看你表妹都要结婚了，你隔壁家的老王是不是也快要离婚了？然后你看看你们家的隔壁老王是不是已经离过婚之后，然后又开始二婚了？那找不到的话就慢慢等好了，你干嘛要跟他们比啊？最大的怎样？反正现在离婚率挺高的，现在结婚也不知道图个啥了，图个啥呀？4.0万了，我的号码取消了，我的号码应该没有取消，就是我的这个。我因为我那个苹果账号，我是一下子登录了两个苹果，然后那个苹果丢失了，我这个号码今天退出，我可能需要登录中国账号下载点东西，结果再返回登录的时候登录不上去了，受信任号码丢失，然后我又申诉，然后受信任号码，我这手机他也是，然后他说要我等到明天下午，我一定要登录，不然的话我那个手机的他的那个位置我就没有办法找到了。背新娘上楼，劝你不要了，很累的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新娘的头像我看一下，她什么头像？